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今天是5月1日，劳动节，在这里小马祝家人们劳动节快乐。今天有一个网友说邀请小马来动物园里面观光，邀请了好多次，我实在是不好意思。他说要我在这个地方等他，我现在就是在动物园的路口。哦，是他，是的。是你是吧？啊，对。你好。你好。你怎么喊我叫马爷啊？你几零年呢？我04年的。那是可以叫我叫马爷了。你今天邀请我来干嘛？带你看武汉森林公园的土鸡。到武汉看森林公园的土鸡？嗯。不是森林公园还有土鸡啊？看看就知道了。哦哦哦，好。这位是小杨。是湖南的，对，湖南常德的。听说他也经常喜欢看到我的视频，然后他知道我在武汉，就特意邀请我过来，像他刚刚说的，来看动物园里面的土鸡。反正我是没见过，你见过吗？见过，我肯定见过才邀请你过来的是吧？好羞涩的一个小姐姐哈，不过。说真的哈，他长得有点高。嗯，不要这样子比啊。在前面就有看吗？没有啊，前面还是大门呢，还没进去。我看你好像还是个学生，是不是？对。你是在哪里上学啊？在武汉理工，理工大。理工啊？嗯。理工是那种建房子的那种地方，学那个吗？不是，理工大正儿八经的984.5。984.5，对。什么叫九八？就是985还差一点点就成了985，就211的战斗机吧。不是，你等一下，理工的话是开98的吗？不是，984.985呀，你不知道吗？哦，知道知道知道，是985同城。不是985同城，就是那个985建设工程的那个985。算了，我还是不知道。改天有机会你给我普及吧。行。小杨，这么多人啊？对啊。我也没想到。哇，找得到售票处在哪里吗？还在找。不是你也没有来过吗？有呀。太多人了，都搞不懂。哇，这么多人排队。你确定这么多人排队的情况下，你能看到那个动物园的土鸡啊？当然可以，相信我。哦，好嘞。扫码过去。怎么买？扫码。哦，好嘞。没，因为我请你去看，怎么你买了？没事，你都叫我马爷了。平时也有这么多人吗？应该平时没这么多人，五一放假了，大家都出来玩。真的是有点像是那种感觉，花钱买罪受一样。是吗？妈呀，这么多人啊！这动物园里面竟然还有露营的，这些都是不准备出去的吗？兔子好可爱。袋鼠，从来没见过袋鼠吗？我真以为是兔子，长得太像了。兔子不是也是这样子吗？兔子的眼睛是红色的，是灰色的呀。哦。这个我认识，这个是只鸭子。哎呦我去！是这个鹈鹕。鹈鹕啊。对。这个黑色的不是鸭子吗？那是鸬鹚。鸬鹚啊。哎呀，这如果说放到锅里面能炖一窝。别瞎说，等下被人家笑话。好嘞，我们再看一下其他地方。不过我真不认识。好肥的一只猫啊。应该可以，我从来没有来过动物园，这是第一次，要感谢这位小姐姐，感谢你带我来动物园，这里，感谢你带我来动物园。来，这里有表演。哦，走去看一看，这么多人坐在这里干嘛的嘞？又没有表演，就看了这几匹马在这里走。5+3，好，谢谢你。不好，这样子不好。
不是你怎么走？没开始就结束了。我跟你说，再转下去晕了。到底哪里是出口？我也不知道。出口呢？啊，都一样啊。这不是，这边不是，这边就是出口。这也没有啊。在这里。就这。他说找到恐龙，找到什么东西？熊猫。找到恐龙，找到熊猫就可以领精美礼品。这走迷宫。你找到了吗？哎，这边都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我找到驴，牛，是不是驴？哦，找到恐龙了，恐龙在这里，小熊猫在这儿，可以领精美礼品一份。找到了，找到了一个熊猫，买一块土鸡在那儿，土鸡啊，走看土鸡。哪啊？这土鸡啊！我说的是野鸡跟乌鸡都不过分。你看它的颜色不就很土吗？然后又长得像鸡，就是土鸡。啊，这个我倒有点，但是那个的话，那不是叫乌鸡？羊鸡，那叫羊鸡，不叫羊鸡。哦。原来他带我来看的话，就是看这个土鸡。你这土鸡确实是有点像土鸡。你们不是经常到人家家里去蹭那个土鸡吗？这土鸡像吗？啊，像，太像了，这土鸡。小姑娘好幽默，带我来看就是来看这种土鸡的。我倒说了，这个动物园里面怎么可能人家放土鸡在里面呢？今天表妹带我爬了一次山，太累了，我全身都湿透了，都是汗。谢谢啊，不用谢，为人民服务。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。有什么择偶标准有没有？就能养得起我就行。养得起你啊？嗯。这么简单？我很难养的。哎。好到了。到了吗？到了。哦，刚才我们是从这里过来的哈。嗯。哦，那你现在要回去吗？对呀，我打车就回去了。你打车回去啊？嗯，我送你吧，我开了车，我送你啊。不好意思，没事。还有那个，今天谢谢你啊，谢谢你请我进动物园看土鸡。好，不用谢。今天晚上的话，我带你去吃饭吧，现在也挺晚了。你喜欢吃什么？喜欢吃，我都忘记喜欢吃什么，就是吃一点湖北菜吧。湖北菜是吧？啊。好，行，那我们走。就点了这两个菜吗？多了我们也浪费。最主要你还点了个青菜。青菜，多吃青菜有减肥的。你这么壮实啊，多吃点青菜是吧？哎呀，好吧。那这个是什么菜？这是牛肉火锅。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是增肥的。有同学没有吃饭的吧？有，我问一下。好，把他一起叫过来。Hello。哎，他感觉好像新疆的。是新疆的。是新疆的。怎么称呼？卢尔。哦，来。今天没想到跟了一个新疆的小姑娘一起吃饭了哈。太有幸了。祝你们学业有成。好，谢谢。这是你喜欢吃的，放这边吧。表妹，吃饱了吧？吃饱了，累死了。看得出来，今天他已经非常累了。爬这个山确实不容易。我这期的视频呢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感谢家人们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